Hello， 大家，我是羽毛，欢迎来到我们的斗阵特工啦。那今天继续我们的 Sombra 之谜，继续前进哦。那目前的进度到哪里呢？我只能跟你说，目前闪光的密码还没解出来哦。在那个九宫格的位置，就是你有看我上一部影片吗？没有看的先点一下，我先丢出来连接哦。在这两个，如果你用电脑看的话，点这两个哦。那如果你用手机看的话，点上面那个 I 的东西。那我会丢连结，如果还没看上几部影片的先点，不然你这一部影片会看不懂啊。好，那我们回归正题吧。我刚刚说九宫格那个已经解出来了嘛，对，那这一切都要谢谢暴雪哦。暴雪因为受不了我们都解不出来，所以给了我们个小提示。小提示就是这一张图哦，而这张图呢，你可以到斗阵的官方网站，官方网站的媒体，然后点那个照片那个游戏画面啊、哦，你会看到一张正常的多拉多进攻方的图，跟这一张很像坏掉的多拉多进攻方的图哦。然后这一张坏掉的图片呢，是利用一种叫做 data mesh 的技术哦，就是将讯息隐藏在图片的一种技术哦。那详细的你可以自己去找 data mesh 哦，那这边就不多说了，因为我也看不懂哦。那我们就继续讲，那等我一下、哦、我换一个背景哦，因为影片快结束了，这样听我讲很无聊，那换一下啊。好，那这张图破解是什么意思呢？这张图的意思是 Why are you looking at the sky? 为什么你们都要往天空上看呢？ The answer isn't over your head. 那个答案不在你们头上哦， It's behind you, 在你们身后。 Sometimes you need to analyze your previous achievement.有时候你必须去分析你之前的成就哦。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呢有两个重点哦。那第一个就是 sky， 想到 sky 的话，我们就想到我们上一部影片讲的 sky code 天空码，多拉多的天空码哦。那有目前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说它根本不是一个密码哦，它只是一个就是画那个颜色渐层的错误，那有人就把它改成那样。然后第二个说法是指说那是个密码没有错，只是我们现在还解不出来啊、哦，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像九宫格那还没解出来，所以那可能那个天空码可能是之后才能解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解的话是解不出来的。而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的 achievement 成就啊、哦，有人说是暴雪是提示我们说我们之前有解出东西的东西可以拿来利用哦。那目前这里的 achievement 意思就是呢，单纯的成就的意思哦，就是没有错，就是我们斗阵特工里面解了成就哦。那成就到底要怎么看哦？那我们目前的在游戏中是看不到的、哦。首先你要先到我们的斗阵特工的官网，然后登录你的账号之后，我们点我们的角色资料，然后拉到最下面，你会看到有成就，然后你会看到成就上面有个怪怪的东西哦，问号，一个导问号哦。而眼尖的国外网友呢，就在这个网页的原始码里面找到了这一串东西哦，里面有一句就是西班牙语哦，那把它翻成英文就是 Good, not bad, but I'm getting bored. Let's try someth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很好，不错哦，但我有点无聊了，让我们试试看相同的方向吧。而在这一串西班牙文后面呢，还有一大串这个乱码哦，这一串。那这个也是一串密码哦，那它的加密方式是一个叫做 Swagnite Cipher 哦，那很难念哦，这是一个一样的一个加密器，然后它的加密原理就是跟闪光的很像哦，就是就一串密码，然后你丢一个关键字 password， 然后把它转换成一个原本的意思哦，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密码，对不对？而那个密码呢，没有错啊，就是跟我们的九宫格有关啊，就是我们的 T9 九宫格哦。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张图，那这张图就是上一部影片讲到，这是一个国外网友做的哦。那这张图呢，就是对应的角色位置跟地点哦，还有它出现的顺序。那我们先把它想成那个电话的数字键，左上就是一嘛，然后左上一。上面是2，然后右上3，然后这样1234567890，这样可以吗 ？OK 哈。然后我先给你们看哦，密码就是这一串哦。那你有看出来对应的关系吗？好，给你们5秒钟想。然后时间到，那如果你想得到的话，表示你对文字的能力是不错的。虽然我也想得出来啦，这应该还蛮简单的吧。但如果你没想到的话，没关系哦。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解谜哦，对你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哦。那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我们在这边加几个空格，这样你有看得出来吗？没有错啦，就是我们角色的名字啦，然后对应的数字键从1到9分别就是 Tracer, 托比昂，然后 Winston, Symmetra, 然后 D.Va, Mercy, 那个避雷我不会念Genji, 然后跟麦卡利嘛，然后就这样你整个串接起来就是我们的密码哦。好，然后谢谢我们的 T9 的九宫格，那谢谢，就这样他的任务就这样结束了。那我们把他密码丢进去，把那一串丢进去，得出来是什么呢？得出来是这一串哦。而这一串是什么呢？眼尖的国外网友发现哦，开头是 BLZ, 就是暴雪的公司的名字哦。那结尾是 JPG 嘛，就是我们的 JPG 图片档哦。没有错啦，那这一串就是我们常见的网址哦。那我们到对应的网址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张图哦。没有错啊，就跟你想的一样哦。那这张图一样，就是我们跟刚刚上一个讲的，就是 data mesh 哦，这一样是一个 data mesh 加密方式哦。那把它解出来，就会变成这个鬼东西哦，两句西班牙文，再加上一个骷髅头来嘲讽你哦。那这两句西班牙文是什么意思呢？翻成英文是 It seems you like these little games. Why don't we play a real one? 看起来你也蛮喜欢这个小游戏的，那为什么我们不玩一个真的呢？那这两句话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说，就是你这个东西都已经解出来了，这次给的提示都已经解出来了，那为什么你原本那个闪光的密码却解不出来呢？所以这两个就是这个提示跟闪光的提示可能解谜的方式很像，那闪光可能就是难度比较高一点。那就是期待国外网友能快点把它解出来啊！那这次的解谜就到这边喽。那如果喜欢的影片可以点下喜欢，那如果想继续收看 Sunbra 有关于 Sunbra 的消息的话，可以点下订阅哦。那我是羽毛，我下一部影片再见喽，拜拜。